王思佳在脸书上直播，时常露胸露腰，超级养眼。哎，手机，他就觉得 Kid 这么喜欢他，他裸照哎，裸照哎，裸照哎。但是这个黑我不敢拿，裸照就应该做第一名的吧？真的啊，我刚刚看到这好看起来是怎么办？什么脸啊？王思佳，你既然有这种想法，王思佳。王思佳一直幻想彭于晏，若是他们有合作机会，他一定会想办法玷污彭于晏，玷污一次都好。击败的哦。有图有真相，我念出来给大家听哦。思佳姐，你睡了吗 ？No。思佳姐，7月7号，要有一个电影首映会，你有兴趣吗？彭于晏会出席哦，映后。爱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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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脸，爱心的脸啊，真的。然后帅哥哦，那我带我妹妹去 cover 我，哈哈，再叫她帮我拍照，拍照哈哈，当然是帅哥喽，记得给我留言，那天我不要拍工作，亲个 ，OK OK OK， 而且还加倍，他本来是不去的。对，一听到彭于晏，马上还带妹妹去。你们都不会想去吗？对呀，你们都没有要邀约，好吗？对呀，因为人妻了，不可能怎么样，所以看一眼就开心，对啦，很容易满足。你最喜欢的就彭于晏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还蛮帅的，而且身材又好，对啊，身材又好，又会演戏，还有一封更 turbo 的宪哥，哇哇，搭配这个照片太可怕了，这个要搭配照片，哇塞哇塞，王思佳在脸书上直播，时常露胸露腰，超级养眼，你有想过你婆婆？公公看到这些照片的心情吗？心情对不对？我觉得各位观众，等一下，当然，我觉得这个爆料者完全是嫉妒他，真的，这么好哎，还好，那是因为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好的产品，还有这种的内衣的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夸张了啦。各位，你帮我拿一下，他真的拿到这种东西，你要干嘛？行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拿稳了。好。哎，这是手机，不是啦，为什么推不开？手机，这种东西推不开了，推不开啊，推不开，这种东西我拼命推，拍谁？拍谁？你拿火烧烧看啊！就是这就有时候就是一些好东西，然后要跟大家分享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一般女艺人，你知道他介绍的东西产品非常的range超宽，私密处洁肤，哎呦，对，胸膜啦，乳晕漂白霜啦，乳晕漂白霜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爆料者是谁了？就是这一位，嫉妒心超重，因为你都接不到啦。我想要跟他拍，拍叫，拍叫，拍叫，请坐，请坐。五分还可以变粉，哎 ，Hello， 乳晕，乳晕。我跟你讲，我都昏了。乳晕还可以变粉红吗？而且不知道哎，买那一个就是漂白。男生可以用吗？可以用啊。哦，男生也要变粉红哦。我已经很粉红。真的？我不想看我。没有，真的很黑啊。不用。很黑。哎，你以前是60年前的。没看过101中狗吗？哎呦。101中，跨尿膜垫吗？来来演示就对了。好，来。我觉得不公平啊！我觉得那个思佳这个无伤大雅。我觉得真的还好，思佳也靠坐，对呀，可以往后。我觉得你要觉得思佳何宇文爱跟男人调情，没错。有一次牙医摸到他的牙龈，牙医耶 ，Hello， 他竟然认为牙医喜欢他。一直问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，医生？连看个牙都能调情，不检点。我跟你说，最离谱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牙医还是他们全家人摸到银，对，也看她老公的牙医。最妙的是，因为她去根管治疗，人家不是要弄牙齿弄很久吗？一定要用牙龈。她在里面摸牙齿没有正确，她就又要跟医生说：“医生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把嘴巴张那么久，让别人摸在里面。”说你是不是脑子有洞？对，因为医生不就是要帮我们弄牙齿吗？脑子进水。对，而且还问牙医说喜不喜欢摸到我的唇呀？对啊。
个牙医帮他装上嘴唇扩张器啊。我跟你说，最恐怖的是他觉得全台湾、全世界六年级男生都是他的粉丝。哎呦，对，等一下，他这个他我在说，他自己跟我说，你知道我是少男杀手吗？而且我跟你说，他老公还恐吓他。Hello， 那是以前的事情吧。我刚刚出道的时候，那时候选什么《全身情人》跟《军中情人》的时候，是你颁给我的。那是二十五年前了，什么二十五年？二十五年前太久了，不要再提了。去你录那个金曲什么什么的时候，怀念金曲的时候是三十五年前，不要来讲我了，好不好？四十年前的来讲我，对不对？那两位，来，谢谢。这位大哥喜欢我的歌的话，请塞红包进来。花落水流。我难免就是说缅怀过去嘛，那是真的，他很可爱。可是宇文他的个性很讨人厌，他就觉得全世界的男生只要对他超过两句话，都爱他。哎，那这个合理啊？对啊，他是不是很 over？ 还有一个太可怕了，还有啊，还有一个 over。何宇文上通告，当作在上酒店。哇，这个是有事情的，牛郎店。录影时长。看到他被 key 的调戏，哎呀，竟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，擦枪走火是早晚的事情。对，他有一个 key 的，因为宇文姐就是一个都觉得他是一个那个发电机，万人迷，然后全部男生都会喜欢他。现代潘金莲，你看看你自己。我觉得思嘉讲的是对，因为 Kid 根本就是何宇文近期的骄傲。没错，你看这张照片来了来了，年轻生谁会看他？他就觉得 Kid 这么喜欢他，他红了。没有，那时候我们出外景的时候，我是等宪哥晚上打话来，他一直不打，我知道，我就想后来就 Kid 算了。干嘛？而且这一张更可怕了。怎么样？当时他肚子里面还怀着米老鼠。现在跟 Kid 已经，天哪！你怎么可以怀到米老鼠啊？这算是混血吗？还跟肖比那在那里乱玩，对呀，天使人妻，不是骗局，而且他一直觉得 Kid 很爱他，对，他真的觉得 Kid 很爱他。你看嘛，假的，这是弟弟，他是好弟弟啦，不可能。好弟弟，干母，他在里面讲好弟弟，私底下都说 Kid 有多爱他。